日本记者问章子怡，屠杀300,000人你们数过？结果周润发这句话，记者无语。对于国际问题，一直都是人们茶余饭后讨论的话题，尤其是明星的国籍更令人注意。之前一直以为周润发国籍是美国，没想到霸气回应自己做一个中国人很开心，让网友没想到周润发这么爱国，自己依旧是中国籍。周润发作为一个国际影坛的巨星，在国内外有着很高声誉。有一次带助章子怡去日本宣传活动，碰到一个刁钻的日本记者提问，问道：请问你们总说我们日本杀害你们300,000同胞，难道你们数过吗？数字这么准确。对于这个刁钻的问题，章子怡傻眼了，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，很是尴尬。周润发露出迷人的微笑，当即很沉稳地回答：我们确实是没有数过，难道你们日本妇女抓取作为日本军提供服务的女性，你们还要去问她是否舒服？周润发的回答很有男人味，长了中国人志气，让日本记者颜面扫地。虽然周润发从小生长在香港，但他时刻告诫自己更是一名中国人，祖国荣誉高于一切，爱国是从点滴做起。周润发的做法虽然看起来有点野蛮，但比那些跪拜韩国人的明星强多了，比如杜凯涛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1970年代于无线电视参演多套电视剧，后来参演电影，曾3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，并2次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。1980至1990年代，曾与多位女星合作过多部电视剧和电影，其中与赵雅芝、郑玉玲和钟楚红的荧幕情侣档令人印象深刻。1990年代与成龙、周星驰被誉为双周一成，于1995年赴美国好莱坞发展。周润发的电影在亚洲和大中华地区皆具极高知名度。周润发在《上海滩》获得巨大成就后，开始接拍低成本电影。1980年接拍了许鞍华执导的《胡越的故事》，在电影中扮演一名越南华裔青年，漂泊无定所，可说是他第一部称得上成功的电影。但是电影叫好不叫座，周润发曾被戏称为票房毒药。此时另一位事业也陷入低潮，原以功夫片知名的导演吴宇森认为传统功夫片已经走到瓶颈，社会需要新的有现代气息的英雄。1986年，他集合周润发、狄龙和张国荣拍摄了电影《英雄本色》，获得空前成功。周润发饰演的角色 Mark 哥深入人心，并首次赢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。之后又拍摄了2部续集《英雄本色II》和《英雄本色II：夕阳之歌》。